小猫咪，我就是借你爸爸回家结个婚，你就拿臭屁股怼我婚服？你觉得我是故意不带你回去是吗？那做猫要凭良心，到底是哪只小猫晕船、晕车还晕飞机的？妈妈已经很有母爱了，怕你和弟弟在家寂寞，请了专门的住家阿姨来照顾你们。就是这个Eagle L 宠物陪伴机器人，你看弟弟都已经晚上了。这个阿姨呢，相当于妈妈在家里的移动眼睛，想要看你们的时候，随时都可以看到。千里之外呢，就可以沉浸式的逗猫，就好像妈妈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。小七，妈妈到家了，姥姥说想跟你说话。奶奶醒过来，刚刚之前我给你的妹她小姨给了个小银锁，就给了个小金锁，都让你妈带回去了，你记得要啊。完蛋，回去要被猫叮死。都干嘛？压岁钱都付给 Evil L 当工资了呀，你家请阿姨不用花钱啊？主人，我要回去充电了。他要吃饭，你等一下再跟他算账。